竞争，推动进步，进修，提升竞争力。要事业再创高峰，而家就把握机会，参加8月16日的遥距及兼读课程资讯日，了解学分豁免、学费资助同埋入学简介。工大教授仲会帮你解答选科问题。当日陶杰先生仲会亲临演讲，内容精彩，机会难逢，万勿错过。